我们现在已经到奥兰多啦，然后现在准备去拿下我们的车子，一会儿就要去居酒屋吃饭。那两大姨，那是个阿姨，人家不是大爷，一个。在这里澄清一下，我不是四川人，我是山东人。感觉这边的停车楼都很有夏天的感觉。你们模仿我说话了。哎，版权没有版权，没有版权，都是现场创作的。你看这椰子树啊什么的。然后我现在穿这种长袖就很热，然后朋友穿这种短袖就很舒服。每天都是什么状态？对，全身都是湿。对，而成都就是去年夏天特别特别。对，40多度。真的。Hello， 我们已经到这个居酒屋了，然后这个地方叫做斯斯乐柔，我们从小红书上看到了这个店，然后大家都很推荐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开始吃，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多少年前你吃的？我跟你说，我记到现在。但也是长得特别，就差异特别大。包括他自己心态，这个人已经喝了大概半杯的，就是这个高粱酒，他们已经开始讲他的故事了。他就长得特别邪了。我们的菜来了，然后第一个是，啊，借刘老板开一下，你不要在那把脸露出来。怎么了？就是这工作装饰叫显定位，你觉得不允许吗？这个是什么？正宫招贤立位。哦，鸡心。然后他点的是一个泡菜饭，是泡菜啊。这个好喝，这个特别好喝。不是，强烈推荐。人家问你是什么？这个、超级可爱。人家问你是、这个，人家问的是你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泡菜米饭，应该是吧？上面加了海胆肉，对、哦 okay ，加了海胆和肉。Okay、长辈了。我都以为烤烂了。你还在有点工业烤焦的，我想吃烤的，真假？挺帅的。夏日的滋味。没有，还没说话，你让我说吧。这是我的主食，然后有鲱鱼子酱跟。夏日的滋味就这样浸泡在整碗饭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然后准备去酒店。哦，不是酒店，是 Airbnb 是吧 ？Airbnb。把你送走，直接。啊，可别说了，家人们。我觉得我喝了两杯酒，这个人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的。你爱我哪一句没有实话？你先想想啊！你说你不是，没有，我不喜欢这儿。我们俩一个意思。不喜欢这儿的宿舍，你不能说单膝跪地。哎，你可敢说了？真的吗？哎呦，我跟你说，真的单膝跪地，而且就是打开盒子的那个手势，你知道吗？在火锅店吗？没有，在他家里。就是那天晚上他暴露秘密了。我都这动作太自然。我们已经到我们住的 Airbnb 了，丹老师，然后这是我们的客厅，然后那是二楼，这是我们一个朋友住的房间，他的灯在哪里啊？这是他住的一个房间，就很赞哎，是地毯。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哎，咱俩住这儿吧。OK， 这是二楼的房间。哎呀，然后这里有一个露台，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这样子。这里就是一楼。正头发才不会弄到我的脸，我准备要洗澡。这是我们的浴室，他给了我们毛巾哎。真的，台湾人的口音真的好搞笑啊！真的是，儿歌。现在已经进到园区里面了，然后现在去坐第一个过山车，叫做海格的摩托车。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不敢坐，所以我现在在苦口婆心的劝他，就是右边这个白色衣服的女生。哎，真的，你就看一眼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好不好？
就是你给他一个机会。你有开美颜了吗？开了开。如果这个视频出现到了任何一个 social media， 你就等死吧。你就尝试一下好不好？哎，你就忽悠他，如果你。对，我就把你的视频放上去了。我们排了大概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然后还没有排到。今天是星期五，而且没有到节假日，所以说人还按理来说不是很多。我跟大家看一下前面的人。好多人，什么时候才能排到我们？真是吓人。现在嗓子都喊哑，我们去玩一个叫做 Puppy Eye 的东西，是一个激流勇进的项目。不行，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掉了。侏罗纪公园，我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买了一个杯子，它是可以无限续杯的那种，在整个园区里面可以。就进去是上面写的。杯子还能拿回去，老鼠像老鼠还是什么呀？老虎，老虎一个，像老鼠，好吃吗？好吃。我们玩第二个项目是大力水手 Papa， 是叫 Papa。水手已经是，然后我的裤子已经脱光了。小心手机，等下被溅了。要开始了。下坡啊！这也是最后下坡。做好准备。想什么？哇！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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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鞋子，家人们。要排到这个了，现在是在侏罗纪公园，侏罗纪公园，我害怕，我们现在在侏罗纪公园。侏罗纪公园，那个特写。Hello， 家人们。大脸，讨厌，拍我大脸。哦，出来，出来。开门。芝麻开门。去玩这个东西了，然后侏罗纪哦什么大厅。我们现在应该是不要回去了，因为这边的天气不是很好，然后那边有雷暴，然后可能要到八点钟才会停下来，所以说现在还是决定早点回去。回去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先去吃饭。我们已经出园区了，出园区了。那个男的给我比了一个 yes。 然后现在回停车场，因为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准备去吃个 K-pot， 就是 Korean hot pot 和 barbecue 组合在一起的一个自助餐。然后我要去偷偷的喂一下我那个朋友。哎，我的朋友人呢？哦，在后面，他刚刚腿受伤了，那个黄衣。
走过来了。虽然没有玩到很多的那种游乐设施，但是我觉得跟大家一起排队的这个经历已经很开心了。怎么说呢，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在怎么玩，而是在你跟谁在一起玩，然后你们在之间聊了什么，然后对，就是这样吧，有点串点。是第三天的，每次录不到一顿。现在是第三天的早上，然后我们在早餐来了。Here. Thank you so much. 哇，你的那个饮料是什么？这是有点像我的，不好意思。Thank you so much. Yeah. 我们现在是第三天的早上，准备去水世界。然后现在大家都在吃早餐，我给大家看一下，谁发出来的声音啊？下面是不发这种声音，来，来，嗯，行吧。哎，这是一只活的鹿。这车上原本就有，可能是麦洛的。别把我们撞。我们已经到啦。哎，少点人呢，可以看一下吗？海狼老师啊，那趟。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 Volcano Bay 了，然后现在是等着去上他的巴士，把我们送到那个乐园的旁边。然后刚刚进来的时候，门卫的那个大爷在说，他说这边的人今天超级多，所以可能人比较多一些。骑你那个也在 Aaron 那边啊？我看来头发很少啊，不少啊。他为什么我发福这么明显？
看看，你看他还 P 我丑照，我真的有点，我心里面有点很难过。你看这谁呀、啊？我是心里面真的有点很难过，真的。你 P 变谁了？你这谁？什么？你完蛋了！没办法，不懂我朋友他们一直都这样子对我，所以我真的很难过，家人就是很伤心，很难过。我觉得如果还是能看到我的视频的话，还是多支持一下我，我真的不太容易。就是我在国内被欺负就算了，到了美国还是这样子的欺负，真的。现在终于排到我们了，然后我跟我朋友他们现在去吃东西。刚刚他们在车上一直 P 图。今天被扒死了。为什么？为什么 ？OK。谁扒死的？我没扒死。啊，不是，没有人扒死，只不过所有人都把手机。我可以看一下吗？你好。棒的。很棒。Appreciate it.So keep your head up, princess, for your crown falls. Now these voices in your head will be your downfall. I know it gets so hard, but you don't got far to go.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然后准备回家。Keep your head up, princess, it's a long road. And the path leads right to where they won't go. No one knows right now, no, you'll make it home.So keep your head up. 可是在网上就这样假声音讲话很正常。So keep your head up. 快看我朋友圈。Hello， 大家，我们今天来逛街了，因为今天早上起晚了，所以说就本来去公园的时候，那个已经没有位置了。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人很多，然后导致我们今天只能来奥特莱斯逛街。看小红书只看图不看文字。在我们逛街之前，然后我们就吃了一个奥兰多这边当地的米线，其实还是挺好吃的。然后在这，但是他家的炸鸡是酸的，不是是酸的，就是。他到吃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点酸，但我觉得人家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朋友事情比较多，然后带大家逛一下这边的奥莱。Hello， 大家好，我是 Aaron。哎，你妹！我们刚刚买了Lululemon，这边好便宜啊，真的好便宜啊！我朋友买了一件那个羽绒夹克，才花了将近40块钱。我买了一件这个短裤，然后它所有都是$39。真的好便宜，我觉得买值了，买值了。